美国领先的传媒公司，开发和制作了诸多全球热卖大片的传奇娱乐，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娱乐资产库，为观众们提供高质量的娱乐产品。近日，传奇娱乐携手华谊兄弟宣布成立传奇东方娱乐公司，并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发布会。据了解，传奇东方将联合战略股东华谊兄弟传媒集团，共同打造新的东方神话。记者共同用这样一张合影来。先生不同的声音，然后